奔跑和第八期来到了音乐之城沈阳，万众瞩目的歌手周深在这里回归跑，我回来啦，并作为超级音乐人参与音乐创作大赛。在参赛的过程中尽显幽默与可爱，并凭借机灵的头脑与出色的音乐天赋，作为团队里的百灵鸟，夺得名气第一的团体奖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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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老师。这谁呀，整出周深动静来了。哇，为什么在唱大鱼？看到你们后场，然后他们所有前面的表演，你在这个区域都听得见。好好好，我回来啦！太高贵了，高贵的我都不适应了。刚才大鱼的是谁啊？凯哥吗？让我们欢迎刚刚开完演唱会就立马飞回来汇合的，大家都深深想念着的深深，有请。我回来啦！过来过来，给我给我，快给我给我给我！我拿了凯哥的，我们也没考虑他呀。快组词儿，成，凯范，争争。真诚，真诚呢？不是，一杯敬真诚。真诚，真诚，可以。真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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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牛了，你俩，真诚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今天的第二个任务地点——万丽酒店的泳池，在那里有大家期待已久的非遗挑战等着你们。这是我来跑男玩的第一个游戏。你那个是导椅。哦，不一样是吗？飞起来的。飞椅更刺激，更远的那个。哎，一鸣惊人啊！老弟，海底捞月，正确。这胡编的，胡蒙的。他是海底捞火锅，然后月亮。你们需要仔细分辨歌词，并回答出歌词的原曲是什么？就听歌词，然后猜它是什么歌。OK。红队，陆杰，陆杰。高翔。错误。这边，月亮之上。错误。继续。没听过。自由飞翔。什么歌什么歌？请出歌。你知不知道音乐人最记不住的就是词儿？一路这么亮，我不是说过，要要对比高大。只想听着一只，一只什么鸟？天地悠悠，不可测。匆匆潮起又潮落，恩恩怨怨生死白头，依然能看透。Come on, baby.
刚才他帮你站，来吧，来你，来，来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。别往上了，这挥不动，别跑了，哥！哎！要吐了吗，哥？要吐了吗？可以。啊，我忘了还有这一段呢。那个前辈刚才都有。你演的正气场呀！这下之后未必能开了啊！来。哗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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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如果感动。很温柔啊！你往哪儿跑？哎呀！那就一上一下。哦它其实就像一个聊天。软件一样的，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需求主题都写在这里。那我们要跟他聊天。对，第一步就是要跟机器人聊天。所以礼貌跟人家说句嗨。对，我们就走二人转那个东北曲风的，那咱们电音吧。电音啊？我觉得咱得是那种。啊，没有，那就那种，你知道吧？那种就是，就是变成那种，大气大气，就那种，把自己想要的风格写上去。你想二人转？他不认识这仨字儿。别人都觉得完成了吗？别人都进入到彩排阶段，他歌曲基本成型了。那咱得尽快。我们这两个音乐人对歌这要求比较高。快点下一步吧。我本来对这一趴其实我没啥想法。现在越听越嗨。不是，是你们俩的这种认真和敬业给我整的，我现在也很认真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有点上头了现在。这样东西要是太难听，我们俩会很难受。你帮我跟祖儿前面设计个词，我们俩就是祖儿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沈阳可热闹了，他就开始哈哈哈哈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？跑男来沈阳了，你俩就像两个那个村里的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？跑男来沈阳了。祖儿，哎呦喂呀，跑男来沈阳了。对，你知道吗？跑男来沈阳了。我们来试一下，三二一，走。祖儿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沈阳可热闹了。当然知道了，那不是因为跑男来了。没错，因为跑男欢聚在沈阳，没人牵动。你别说因为，你说没错，你听，他就给你放。祖儿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沈阳可热闹了。我当然知道了，那不是因为跑男来了。没错，你听。对，这样就舒服了。嗯。梦想真不能抱怨。大叔啊，你一个菜没点，我还得搭一个，你怎么那么抠呢？哎呀！我们请沈阳音乐学院的同学们来为你们的表演进行投票。东北人不差钱。拉一票得拉一票。我觉得最后一个不差钱，我特别喜欢。我们的歌的名字叫《到东北》。我安排，所以今天最终获胜的成员就是我们的沙哥队，恭喜三位成员！谢谢！你们可以获得由 MC 为大家提供的奖品。哇哦！这个节目要不在周深的演唱会上表演都可惜了。强烈建议啊，你的巡演必须有这一首。等我来东北的时候。我一开始知道是让 AI 写歌，其实我跟祖儿姐我们俩表情是有点复杂的，因为她做出来的东西她没有那么差，当然她也一定不会那么好。好好的用它，也许它可以成为一个让我们可以去表现我们自己，表现得更准确的一个工具。祖儿接下来也有演唱会的计划，首先先祝顺利。7月，谢谢。是在澳门。在澳门。叫 Eternity。 嗯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
我们就只要唱有雨的就好。哦。三月里会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。我再给你介绍一点内地的歌。淅沥沥沥下个不停，冷雨夜我把窗归家，我像一份雨温柔的吹。颜色的歌。白的，我是花，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。啊，红星闪闪放光彩。今天我要把我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，为大事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去吧去吧，让位。你该走了，人该走了，该走了，让位。哎呀，欢迎深深回家。在之前的两期节目中，我们已经体验了沈阳特色的旅行项目，感受到了浓厚的艺术氛围。是吗？是呀。我居然错过了在东北玩泥巴。今儿加一下。单独的，单独，单独一个，单独一个人。沙制作，我是制作，你还在曾毅的位置上呢，你还。我们歌的名字就叫又又又又。你画的饼也太大了，这个饼我好像以前听过。你真的好像二胡啊，多有味儿啊，多有味儿啊。不要摸得那么有感情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投入了一点，投入了一点。我害怕你立马写出一首情歌。不用说话就能出声的感觉真不错。要 PD 已经被替代了吗？流水它带走大卫的妻儿，改变了一个人。难怪他一直变成了雕塑。他们就想一杯敬陆毅。敬戚薇。一杯敬戚薇。这样用嘉宾是不用付通告费的。这感觉就像雨的方向还有风的经过，真相那些是非因果。多听点内地歌吧，用手艺。完全帮不了忙，我无力感啊，我有无力感啊，我才叫无力。我知道这是什么歌，但就是说不出它的歌名。请唱出陈奕迅的一首歌。唱出周笔畅的一首歌。快唱！你很想飞，加油！我不会。请唱出刘德华的一首歌。我打了滴来滴来打了滴来回望清水，而我一夜不流泪。不好了，我错了。行，那就扣我。大家都在监督呀。请唱出容祖儿的一首歌。送你一次爱，爱的爱的爱，爱的爱的爱，爱的爱的爱。等一下，沙哥，你先自己唱一个。人生你对我说，那永远的女孩。错，回答错误。
放松放松。紧跟下去，豪哥好友一生君。那算没有分吧，就无功无过吧。无功无过，你就这样评价了我们三个人的一生。你知道为什么你一步步来吗？因为你不够用心，你对他的热爱不够。当你热爱到一定地位的时候，你都会很别干扰。你要用爱去感受它，连接。你就是那个 AI， 闭上眼睛，我们连接 AI， 快点！就认真打野球的裸虾啊！龙嘴儿，耶！会说话吧？应该会说话吧？好高啊！为什么我走过来？欢迎大家来到红梅文创园，这里曾是东北地区首个驰名商标产品红梅牌味精的工厂旧址。这不摇到了声吗？摇地的声。难道你出来？欢迎大家来到红梅文创园，这里曾是东北地区首个驰名商标产品。哇哇，他还会抽球，好吓人哦。每队获得三个数字，你们需要盲选插到麦克风榜的各位十位和百位，最终的分数就是你们本轮拿到的麦克风。请你运气太好了吧 ！You certified free。我们有可能是五百，有可能是五十，有可能是五。选哪位？选哪个数？中间。十。说好了啊，十。哦，有戏有戏，牛有戏牛！咱们一共几个数？到底是五百还是五？好极端的世界啊，好极端啊。来来来，哪一个啊？加油啊！哇一旦有一组答对，其余三组都要接受非议惩罚。飞飞飞飞！你就看高度嘛，远你就看高度就好了。武松打虎，正确。正确。五棵松树。好，来准备，3、2、1。那你还擦啥呀？你马上就下去了，你还擦啥呀？就像一路的方向，还有婆娑轻薄转了脸的香。月亮之上。
错误。来，继续。没听过。三、二、一，不是这个，行，我记错歌名了。自由飞翔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正确。正确。落在耳机里，我什么呀，森哥？给我两瓶安慕希。你也不看我接不接？开始，开始。前辈，对不起了。倒是没有必要，森哥，森哥。你再打就是破坏道具了啊！范姐，撒啦啦啦嘿呀呼啦呼啦啦呼啦贝贝你，东北人不插肩。所有的这些调出来就这首歌万一红遍的毛冠怎么办？我以为他卖啥卖。说到演唱会，就是有一个名场面，其实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。当时是什么心情？那个是第一场，所以呢，其实每一次演唱会的第一场都很紧张。大水牛。我帮你配一个音，你这个，凯哥他真的会讲一二三。还没唱够。沙哥，你是爱人还是艺人？我没算，我不知道，我小的时候也不太熟。哦，但是我觉得你是大家的梦中情人。我有点恶心。还不安然中，不安然中。需要躺呀，想躺会儿。那你干嘛躺那？应该躺我的怀里。我告救命啊！你迷糊了，迷糊。你再迷糊也不可能有我看见你的时候的我的迷糊。我输了。哦，翻翻翻翻，撑撑撑撑，全靠你了，人主啊！这人我不行。我们仨不如好好的绑在一块。对，谁来咱谁来，我们是谁？对。准备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吧。我们这个是。我们主要是中华的文学里特别擅长留白。你们需要仔细分辨歌词，并回答出歌词的原曲是什么。就听歌词，然后猜它是什么歌。OK。要不然我们把沙哥的声音跟这个女生混在一起，变成合唱是吗？对，也可以啊。可以，气氛更好，更热闹。要不然他对，有沙哥的比较。OK， 小兔宝，你太牛了。就是你是个很有趣的人啊，对不起，你也是，您是个有趣的，您也是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啊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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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我们没有在舞台上面唱歌，对，但是我觉得这样更好。对，我们就随时私下聊聊天，我们就觉得很好玩。对，祖儿姐也是，毕竟也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歌手嘛。您不要客气了，客气了。见面的时候，对，有那一次我第一次见，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奇才，我是一个题材。还想问深深一个问题，啊，觉得祖儿最容易唱的三首歌和最难唱的三首歌？哇，他会可能一首而已。我觉得祖儿也没有简单的歌，你也是啊，那个什么。
我唱过的那首啊，《化身孤岛的鲸》，好好听。你的歌我都很喜欢，什么小小啊，我好喜欢小小。嗯，哎呦，你可不可以找一次我们合唱？哦，我很期待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有机会好好唱。对，我觉得左儿姐的歌，主要她的风格太多了，而且左儿姐每一个风格，她去唱的那个感觉，她不会让你觉得她跟这个风格很勉强在唱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歌手非常全面的一个能力，所以不可能有任何一首歌是好唱的。我到你了。独自去偷欢，我借住你监管。刘德华老师，他知道你这样模仿他吗？知道啊，会开心，开心。你说什么都可以。生活乐无边，热气腾腾的饺子锅里转，团团圆圆是最温暖的画面。那藏在那心间，笑的人生每一天。感觉喝多了，把香港的朋友迷的呀，团啊团团转，把香港的朋友们听懵了。你别说，他这词儿写的可以，还可以啊。咱东北人不差钱，不差钱，生活乐无边。你尊严后边就得掐咱那句了，对不对？哥的直觉，对不对？我虽然不做，我们不是做歌手，但你挺会安排的，安排明白了哈。娘，好男团来到沈阳玩，好男团对，把我们自己写进去，完了加上沈阳的美食。哦，来了，好男欢聚在沈阳美食佳肴常不停。他这个不押韵，一点都不押韵，他没做到。我觉得美食佳肴全都尝，我们自己改吧。嗯，鸡架烧烤啊，安排上，安排上，我想想啊，哈哈哈哈，你别闹，行，挺好，这玩意儿确实是创作者，好男欢聚在沈阳，美食佳肴全都尝，中街大串口中香。鸡架烧烤安排上，锅包肉香传情拥抱你，老边饺子味道妙，欢声笑语满城绕，东北人不差钱儿，快乐生活每一天，豪爽情怀藏心间，哈哈哈哈乐翻天，东北人不差钱儿，梦想全都能包圆。大叔，你一个菜没点儿，我还搭一个咋那么抠呢？
哈哈哈哈，你别闹，哥们儿从不开玩笑。沈阳美食任君选，跑男兄弟乐翻天，乐翻天。题目叫你来东北我安排，我难呗。豪爽的情怀那藏在内心间，不差钱，不差爱，不差幸福满家园，哎，实在挺好。请欣赏《到东北我安排》。哎，左儿左儿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沈阳可热闹了。是因为跑男来了吗？当然知道了，因为跑男来了。没错，你们听。不动山是在沈阳第一声没什么声，中间大声口说笑，季节烧烤安排上。想穿千里，想要热情拥抱你，浪费小子味道妙，欢声笑语满求饶。东北人不差钱，快乐生活每一天。东北人不差钱，快乐生活每一天，好心情快上心间。哈哈哈哈哈哈，东北人不差钱，梦想全都能抱怨。大叔啊，你说你一个菜没点，我还得搭一个，怎么这么抠呢？要乐翻天，东北人不差钱，快乐生活每一天，好心情快上心间。哈哈哈哈哈哈，东北人不差钱，梦想全都能抱怨。亲爱的朋友，无论你来自天南地北，只要来到东北，你就到家了。对，只是我第一天来到，我已经感受到大家的热情。真的真的，对，到了东北我安排。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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